4个礼拜前，我从相同的位置一站上舞台就闯了大祸。报告主席，今天我绝对不会再讲任何一个英文单字。能够拿到这个奖，我要特别谢谢编剧，因为你们的关系，可以写出《俗女》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40岁的女生有机会。4个礼拜前，我从相同的位置一站上舞台就闯了大祸。今天我决定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报告主席，今天我绝对不会再讲任何一个英文单字。亮着太遥远的彩虹。哎呦，是哦，我要唱歌咯。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，我只觉得光荣。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的有恃无恐。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，我只觉得光荣。不惧命运的演员有没有观众？撒下浓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